来哦，今仔日的喂鱼日记，要来改起这啥？这什么蒜头口味蒜头精的哦，要食较好的哦。打开，瞬间来，蒜头口味哦，啊，甲全部甲开开好了，片看嘛，哦。惊真香呢！迄鱼店的头家讲，这蒜头口味鱼仔上爱食的，来哦，够硬哦！食蒜头，食看嘛。啊，你饲伤济，饲者伤济啊！这个一次不可以太多哦，真正爽呢！比饲蒜头口味迄种，迄个啥鱼料呢？无咧录影啊！我开蒜头正啊口味啊，我讲上爱食蒜头的。哎呦，想袂过瘾哦！蒜头洋芋片哦。迄落啦，鱼饲料啦，饲者伤济啊，够枵咧。哦，真正香咧。我先去那边等。等我一下，我要好啊。蒜头口味的，我本来我这毒，我这毒就要被强迫搬家了，呵呵，大家今仔买毒啊嘞，种料咱真正加真爱食呢，又白了让白龙学到，啊，这个那香搁走来食。蒜头口味的不错，啊，多利的白点好个，多利进前我去用传着，伊是嘞。我不晓想讲这，拄我要刷刷位嘛，足麻烦的吼。好，接下来喂那个那一只病鱼了。